死神我也打不好，死神跟元氏跟七六是我的那个三个口袋最烂名单。麦卡利我比较能驾驭他，因为他只要打头就好了。靠，要你讲你很会打头一样。我会打头啊，你自己看。我看一下啊。死神你就我麦卡利啊。麦卡利被死神或麦卡利被死神都行啊，这样子就直接就换。然后反正老爸也没有要玩金仙，老爸玩毛妹不是吗？现在还不是。我看每队的那个输出好像都是在玩索杰恩跟七六。索杰恩就没屁用，会玩的没几个。哎，有一说一是，可是他就拿来破盾。我今天会玩的没几个啊，就不知道在玩啥想。啊，我们这队的那个会不会玩？我们这队的索杰恩就整天在那边玩索杰恩，他妈烂的要死。就在 Kent 暴毙杰恩呐。对啊。粘上去。你有看过我秀的时候啊？他妈打十场修一场屁用，而且他秀那一波。你要像我一样稳定发挥啊，对不对？奶就是每一口都是奶最大，无敌每个都是放最好。这样我稳定定的就受不了啦。你笑啥 ？OK 啊。这个在笑啥啊？好了啦，没有人在看，还是拿七六，真的打那么认真干你啊！你们这些嘴炮仔，早二零，好啦，比赛就拿七六耍白痴，不用了，你玩麦卡利啊？你不是要玩麦卡利啊？不是要玩麦卡利，我玩七六。他现在要你玩麦卡利，又要玩七六。我叛逆少年啊！我现在叛逆、啊，我叛逆少年啊！叛逆少年，太叛逆女人呐、啊！哎，你那个，这样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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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有那个歧视欲很深。你开坦了吗？没有、啊，我只是觉得你是女人而已啊！我又没有觉得那个，对啊，我觉得女人怎么样？你是女人、啊，个性问题、啊，你不是女人吗？我还没开台啊，现在开了。这一招我可是跟着学的。我也会。我不能让攻。哇，好会跳、哦，忍者。所以你要玩毛妹嘛，对不对，老爸？我。看图吧，干嘛？他、啊、如果有钢，如果有钢属嘞？有钢属要输他赢。有钢属理论上出坏。